那个三多继续偷吗？现在是奥秘啊，还差四个，那没原石了怎么办？我去把米哈游三楼干一下，三楼人可能有点少啊，只有8000原石，先凑合着用吧。运气能不能稍微好一点？前面两个太飞了。虽然说赛诺天天被大家诟病说是原神最差劲的五星主神。没有啊，低密洛关我高密什么事啊？我不管，你们所有人都去骂赛诺，就算你们所有人都在骂赛诺洛，那我也会跟着你们一起骂。那没有办法，我抽了，我怎么还能骂呢？对吧？抽了就只是必须得夸了牛逼啊！原石又不够了怎么办？再去把比哈游干一下。这是咱们从十楼开始干啊，楼层越高肯定原石越多。果然啊，这个原石直接多了一倍。我要开始喽！喜欢看我抽卡的老师可以关注一下，不然下期。再怎么说，这也是老米楼上干出来的原石，多少得意识一下吧。喂喂喂，可以出来，你在干嘛？可以出来，怎么身上？我操！不是，16000的原石啊，一个都没。不抽了，我真不抽了。16000加一个10连还没出，一个都没有。我操，天天五倍了，我差一个麻痹了，很担心我自己的精神状态。我真服了，一口气啊，把米还有4、5、6、7、8、9楼都干了一遍啊。不是老二比，是不是我给你的给多了是吧？有必要吗？一直玩一直，妈，有必要，我真服了，逼着我拿点真实力出来。BGM 加持，看到没有？真实力，石头的石，沙粒的粒。扣六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来自后期配音的自信。哎呦，还多了一万元是怎么办？你要不抽5000？下期抽，怎么说？对，那个抽4.3卡池的，快点来问啊！最后2天了。